红绿队红队，结果绿队就不见了。这跟你说要多氪点钱、啊，他们被编辑压死了。想说红队虽然很血很低，至少还可以，也不见了。我没了。你刚刚不是要攻过来，我就是烧月罐子，我巧克力过来。红队，红队。小雨那时候还有绿队，我想说把红队变成金头颅，对，金头颅，可以，结果没了，就没了，通通都没了。以后玩这个，我都要先锁定泱泱。他当太多次叛徒了，哎、欸，我才当两次，你知道，你真的就跟我锁定陨月一样啊。我刚刚就跟你说了，我觉得他也是叛徒，他竟然偷我的钻石，啊，没有偷啊，哎、欸，你们两个还合力过来，很恐怖哎、欸，你们两个。因为我就是合力打，但是打完那个时间就很靠近，然后他技术很奇怪，我就一直逃命逃啊。不是啦，我是间谍，我偷的是你的心，不是你的身体。哦。打完短短，我还赶快过去吸那个金头，就被他吸走，可恶。好贼啊！来不及。你们应该放他去给那个、嗯、给他跟团团单挑，没办法单挑啊！我被偷袭，我就直接爆炸、啊。太早把杰克跟反环也打死了、啊，就看到他们在挖矿那边，我就过去打了。就爸爸，太贱了！但哈基氪金太多啦，哈基氪金玩家、欸，背叛者哎、欸，你们在地表哎、欸，然后还全套钻装，超扯，还有两套这个打屁的，没办法了，这不能怪我了，我一看就说我是间谍了，你们不相信我，我很相信啊，给我不相信你了，逃跑、啊，我还一度还没打团团之前，我就是沐浴在那个水中，哎呦，我就放水在头上，然后沐浴在水中，我说你收了水桶，我就跟你拼命，然后叫他真的收，气，然后就说可能在附近，那先打团团好了。原来我是因为这样子啊，原来如此。我想说，我就故意不烧，然后这样子一直拿着岩浆，然后不动作，这样看好好玩哦。超危险！放水！我靠！视讯镜头，视讯镜头。欸、他好像村民的头，然后对啊，是啊，长得很奇怪。引起公怒，哇！你是被撞死的，你不是被石头牵死的、欸？上面有一只牛，对，上面有牛放的。哇！哎、欸，下次村庄有没有一头牛跟一个铁巨人都引起？叫我比较好，你靠近就牛来了，这个结尾的时候直接把你顶超费啊！对啊，而且牛会主动冲哎、欸，不然你没有盾牌会被那牛玩弄啊！好恶心啊！一堆生物招过来，是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招过来了。好嘛，他们还内讧，打起来，狗咬着一堆肉在跑，很开心，很爽，是不是？超爽的，爽哎！我看到巧克力了，全套肾脏穿起来啊！我看到巧克力了，带巧克力的头，哇！哪里啊？这里。勾住他拿盾牌、欸！哎，酷狗，你全套盾装，不要怕狗啦！在干嘛啦？他舍弃我的头颅要钻头啊！这是我也要舍啊！钻头比较好。哇哇哇哇哇！哦，打起来，打起来！宇宙大乱斗哎！我连重复，连空车箱子都有哎、欸！我刚刚还想说，怎么里面那么多哈基？空车箱子。哈基怎么在坐着那个矿车？嗯、这个好赚啊！想说怎么弄哈基？好多哈基！你是说绿色的那个还是箱子？箱子？哪一个？咋啦？哪一个？可以钓鱼喽？谁坏？是谁？谁？是谁啊？大家都隐形了，等等，完全看不到，抓不到。嗯，哎、欸，那个如果是幻魔者隐形，有没有也不错啊？他招出来脑回也隐形，好可怕、啊，那很可怕、啊。但是你打死他就有不死图腾啊，对不对？
哇，嗯，有点难，我就会先被他弄死了。会先被弄死，我也觉得。这个要超高特效，真的。那是可以再来隐形大战。隐形大战，隐形的，休息了，休息了。好奇怪，嘿嘿嘿嘿，声音。好啦，因为我等一下还要继续直播一小时，但我不知道玩什么啦，真的想不到要玩什么了，怎么办？我想不到玩什么了，选下枯草师哦。啊，先做个结尾，因为后置要用啊。好啦，感这样，对，没。蹲一下，嗯，好啦，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Happy 手哦，是可以啦，可是要玩什么啊？取消，离开。好，那 Happy 手啊。没有啦，我再玩一下，因为要三个小时，所以再玩一下 Happy 手吧。没有拜拜啦，等一下，我只是刚做结尾而已啦。哦，真的是哦，都没听我讲话。那、奇乐，奇乐不要会被 ghost， 而且会被针对。我只要玩奇乐，我只要负责开房啊，我只要人不在，不要在电脑桌前就没事啦。要么被双针，要么第一天被狙击，要么就是第一天被杀，要么就第一天被查啊！刚好又都是杀手哦，根本玩不到啊，没游戏体验，不玩。来哦，我们来画画哦。哎、欸，对啊，好像可以玩画猜，可不行不行不行，画猜太多人了，因为那时候画猜要四轮才能轮到一个人，太久了。一定要麦块吗？啊，因为分类懒得改啊，懒得改分类咯。啊，我是有想玩那个空岛啦，可是真的太浓，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时间。欸，没有人，太浓而且没时间，所以我就不考虑空岛了。不然那其实可以，就是真的聊天用，欸，聊天用的实况。现在西明第一个死哦，不是啊，因为之前你们还不会玩，我那时候教你们玩，玩到我自己都有点脑充血，脑充血啊，脑缺氧。那之后你们会玩之后，就开始你们干，不是对不起骂脏话，你们各种很心机耶，天啊，那种开始会演的啊，那时候居然想说啊是小鱼。小鱼真的是好人吗？那就猜半天。不是时间，感觉大家也都累了，要睡了吧？要到十一点呢，还是我下次就提早开啊？七点到十点，可是七点我就不能听他们的八卦了，因为我们都会大概五十分的时候进通话，然后。会讲一下一些八卦，好了，龙卷风，哦，可以删到输入法，气死。欸，龙卷风应该也是我最不想要碰到的天灾，因为真的太恐怖了。然后嘞，这个东西，
深一点，然后这个是哦，红，太红了。油漆刷、喷雾罐，那、啊、这怎么用？哎、欸，我真的不会用这些东西耶、欸。怎么用啊？啊！哦，好惨哦！谁猜猜我是谁系列？没啦，不知道画什么了。哎、欸，哦，出现了。其实今天谢谢来挂台的啦，我因为我原本很担心来的人真的会很少，那就是谢谢稍早有挂台，而且现在还留下来的啦，感谢你们，不然真的担心很多。如果之后真的换来这边的话，主要是因为你们 FB 很多都是用本账。会有那种隐私啊问题，所以可能就选择不用，就很担心啊。哇哦！对了，你是不是跟那个叫你是跟我讲话吗？哦，好，不是。噜噜噜噜。哎，干，我们画的好像哦。哎，还有什么游戏玩啊？那我就换游戏喽。平手。都很强欸，好啦，我放弃画画了，画画不适合我。啊，选错，选错了，可以重选吗？嗯，这个踩地雷，奇乐奇乐不要。啊！就奇乐都被针对，而且我现在开奇乐，我要重新设定很多东西，我要开那个无痕啊，有的没的。嗯，对啊，还要开无痕，总共我要开两个网页，一个是观战用的，可是观战要一直要顾很累。哎、欸，我赢了、欸，啊，一定有观众在，继续，然后。对啊，就很烦，而且我现在又没有 VIP， 可能你们有啦，但是开起来就觉得很烦。我是那个最后跟你竞争那个 ，Hello，Hello，Hello， 啊，卡好久。每次出来都这样子，真的是很傻眼。看一下哦，啊，
再来。感谢小雨分享，感谢白痴哦，你们还是你们要跟我聊天呐、啊？还是你们要跟我聊天呐、啊？哎、欸，因为难得，你看左上角这个超没隐私的、欸，左上角，然后你看影月嘛，再来，哎、欸，你们如果在聊天室回我话好不好？蟑螂。哇，喵哈蟑螂欸，我觉得喵哈蟑螂是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对啊，等一下哦，我先认真画蟑螂哦。等一下我再看看聊天室哦。对啊，很没隐私啊，还因为他是，其实我可以把这关掉啊，就是分享的那个啦。因为我那个不关掉的话，把那个关掉的话，就是有人可能就像那种小起点或你们那边抖那个感谢什么火箭那种东西。啊，如果关掉的话，就是人家抖了，你也那个会不会显示出来？在忙，放这里有听到，好。啊！这三件肯定用。哦，太像了吧！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好恶心啊！到了。不然画多小只啊！哎，都很会画，这个这张蚱蜢。阿杯还有谁？
那哪个阿北画的还没到？我是近距离观察过，我常抓蟑螂啊。阿北，阿北，你有画吗？臭臭！啊，这是阿北画的。哦，我的天！欸，卡通欸，问一下哦。哎、欸，我跟你耶！天啊！什么？那叫什么？肥猫斗小强吗？因为他们应该也在聊 Amigo 明天要玩什么吧，所以应该这样而已吧。不是啊，你要画可爱的小强，我也不知道画什么啊，还是你要画那个火星异种，那个也会画啊。